再持续握个手，我们要拍照留念。辩论前来个君子之握，陈其迈单手，韩国瑜两手握紧紧，过了三秒，陈其迈左手一压，盖住韩国瑜的手。辩论结束，陈其迈又再一次。肢体语言动作上面都好像认为说，第一个意义就是说我要超过你。其实，在台湾的习俗里面，很不喜欢被人家拍背，因为会背嘛，拍了背会让你很背。肢体动作藏心理密码，特别是手势。你连卫云是由文化部来经营，你都搞不清楚。单子指你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会很目标，第一个告诉大家我是针对你，其实你就知道你的思维就是想办法要攻击你。这个职业当久了，那职业病出来了。精神科医师分析，陈其迈立委当久了，习惯动作改不掉，但就连比手势的高低位置都有玄机。不，你 always， 你总是这样子，我反而会觉得你矫枉过正了。你是在包藏什么东西吗？不然你干嘛这么包着自己，好像君子？韩国瑜呼吁大家，我们要团队合作，我们伙伴们大家一起来，所以他这是拥抱大家。好，目前还有13秒的剩余时间，韩先生，您需要补充吗？好的，不，韩先生，您目前还有时间，请问有还有需要补充的意见吗？我这个人是不拖泥带水的啦，我话讲清楚的就是在这边了。你给我再多时间 ，ban， 你只要他有一点，因为我们台湾的中南部人就是攻击靠亏，阿扎里啦。韩国瑜速战速决，善用道具辅助，桌上的矿泉水或是摩天轮手稿。对手陈其迈则是多次吃螺丝，略显紧张。虽然陈其迈刻意梳头，企图展现气势，但肢体动作却没帮他加到分。记者杨其浩、邵玉敏，台北、高雄报道。